上头。你小子结婚不告诉我，你可真行。你别，哎呀，新娘子盖头还没揭开啊？刚要揭，你这不就来了吗？我给揭。大拿，你好。你才好呢。您俩结婚，我好，我能好到哪块儿去？我欢迎欢迎。怎么呢？要跟我第二次牵手啊？这是啥牵手啊？握手。好，不管咋地，咱们俩也算在爱情方面有过前科的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扯了。有谁跟你有前科呀？有。哎呀，场面挺大呀。啊，我赶上了啊。不是，我得表示表示，老同学。这你就太客气，不用说你。你干啥呀？你不用，你这我也不是给你的，你用不用呢？大脚我俩我也得给他呀。哎呀，你来倒来，这，啊行，丢了就不用找了。哎呀，我丢这玩意儿像丢打火机似的。哎呀，哪夜不发出俩，睡不着觉这都。这是赚的吧？嗯，这还有明白货呢，有多沉呢？伊拉克，伊拉克，这地方也不产这玩意儿吧？伊拉克，这是，啊，一克拉呀。问我，一克拉得好几百吧？我让你猜十次，猜对了我都给你。得五千。一万？拉倒吧，别累着你。来，那个，老同学，今天是我结婚。我带咋的？你那还比我这大是咋？你偷偷收回去。这大小是我结婚呢，是你结婚呢，我入股吗？哎呀，这老同学，你开玩笑？你看看，这家伙是赔上啊！我这不能用你的。你拉倒吧，我不但入股，而且还得入51%，我还要控你股呢。我这实话告诉你，这怎么还能分呢？没有这么办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镇长啊，再说咱这镇长电话，就说我不在啊。你好，镇长，恭喜，谁在这是来了。什么？啊？哎呀，这哎。好，我服从，绝对服从。好，再见。长贵，该入洞房了。你入你们家。不是，该你入洞房了。大拿，这么说吧，在我这个村儿，你想干啥事儿，你想需要什么，需要谁，就是你需要我们家大脚，我立马给你配双大鞋。你就是需要大花，我就给你带上。哎，哎，咋的了？不结婚了啊？婚可以不结。你反悔了？我们服从镇上领导的安排，我们要顾全大局，服从大局。服从啥大局啊你？大拿现在就是大局啊。不，你还是男人吗你？啊，我是。我最起码是49%的男人。各位啊，是这么事儿，今天呢镇长没来，我领这个王老板过来，一个是参加长贵的婚礼，主要的是王老板过来想投资给咱们村建设新农村，初步定的数额1000万。1000万呢？1000万。1000万。哎呀，这么事儿，我呢在这投资，对，准备呢干很多事情，因为你开过小卖店，所以说你就得做财务总监。就我做财务总监呢？同意不？哎呀，那我能行吗？你说行就行呗，怎就不行呢？你让他管那1000万去。那咋的？这样吧，我来过象牙山，这里的山美水美人更美，所以说我拿出1000万对这里进行投资，以后对你们的学校、养殖场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我闺儿，他花、啊，花就不能用了啊，花房，说全了，这个耽误事儿。王老板啊，
我太感谢你了，谢谢啊。好，这个我说咱们别耽误事儿，往下进行吧。我说呀，该债务啥了？人家给咱投一千万，来两颗烟没抽着。对呀、啊，给我发根喜烟呢。来，我给你点根喜烟。来，烟拿去。你这哪行？来，王老板，抽喜烟啊！来，抽个抽一个。火火呢？我给你点着。你点我不抽了呢？你看你。该啥都拿着个跟他钱呗。大姑爹，长贵，你看大脚，戴这个大戒指，真漂亮。哎呦！太漂亮，漂漂亮了！快点着啊！赶紧快！最后我得跟你说真话，啊，你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，你得珍惜。嗯，以后大家看吧。你如果要对大家不好，我就给你。呸！我就不信这个事儿了。好，成功了。来吧，赶紧入洞房吧。该这地方我得换了。今天呢？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！第一呢，咱们王老板来到咱们村投资；第二是长贵大脚喜结良缘，这位是双喜临门呐！啊，还有一喜呢？还有什么一喜？王老板一来，大脚就有喜了。说啥玩意儿？哪有那么快呢？我说的意思，你一来。他就升了，你这越说越快了，你说你升啥呀？升官了。